我们有没有听到鼻涕的声音？有没有鼻涕？不会是痛。对呀、啊，不会痛。哎、欸，我就拉到它会不舒服。就是那种比较稠的拉出来，它会不舒服。好了。我们有没有听到鼻涕的声音？我觉得这很明显是感冒哎。是感冒就好办了。要不然它不会那么稠，多东西在里面。字母时吸鼻涕，正。